Sinotruk, acrónimo del Grupo Nacional de Camiones de Gran Carga de China, se estableció en 1956 y actualmente figura en el centro de la industria de vehículos pesados del país. Sinotruk además se ha convertido en la mayor base de China para la fabricación de este tipo de vehículos y ha ocupado durante 12 años consecutivos el primer lugar como exportador de camiones de la nación asiática. Es por ello que también se ha alzado con diversos reconocimientos, como el que se otorga a las 30 mayores empresas automotrices de China y el que se concede a las 500 compañías más grandes del país. Sinotruk ha destinado importantes esfuerzos al desarrollo, la investigación, la producción y la comercialización de todo tipo de vehículos de carga, especiales de pasajeros, especializados, al igual que de motores y equipos complementarios. La internacionalización constituye en todo momento la prioridad de Sinotruk. En los últimos años, gracias a las oportunidades que supone la iniciativa china de la Franja y la Ruta, Sinotruk ha impulsado con celeridad la estrategia de salida al exterior de las empresas chinas. ¿Cuáles son los éxitos y los desafíos que ha experimentado Sinotruk a lo largo de sus 6 décadas de desarrollo? ¿Cuál es su plan de actualización de la estrategia de desarrollo en el exterior de China? Con estas interrogantes, hemos entrevistado al señor Ma Chunji, presidente del Consejo Directivo de Sinotruk, para esta serie de diálogos con directores ejecutivos de nuestro programa Puntos de Vista.
既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产业产品，也是呢世界的技术产品，所以我们用的是世界技术，同时呢我们也为世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个国家面向各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这个企业呢总体说。 每年都有进步，每年都在发展。目前看，企业呢，始终走在重卡行业，国内重卡行业的最前列。我们力求，做这个世界重卡行业的，这个前排的成员，在国内始终走在最前列，这样一个，他就是。 国内走在最前列和世界先进水平期间，这是我们的目标。 您刚才提到，我们重汽现在，汽车平均年出口量是3万辆，然后呢，这和我们四大战略中呢，把坚持国际化放在第一位是分不开的。而且这个3万辆这个数字呢，每年还有一定的增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成功的，在这个国际化方面。那当初实行这个国际化的时候，最开始实行这个国际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就实施了这个中国。 企业走出去的这个战略，并且到目前为止，请您再为我们更具体的介绍一下重汽在国际市场上它的国际市场的分布、国际化取得的具体的成就。中国的这30多年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改革开放的这个推动，根本的发展在于改革动力在于改革开放。那么。 正是这种背景条件下，我们中国重汽提出了国际化的目标，我们把国际化既作为一种目标，更作为一种战略来安排，把这个国际化呢，进行具体的分解，我们分3个问题说，第一个问题，我们提出来就是技术产品的国际化。 技术无国界，我们认为，只有不断的和世界先进技术接轨，去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同时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和智慧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实现这一个产品技术的国际化，因此它的产品的标准。 产品的这一个技术能力，以及产品的这一个环境水平，按照国际化的要求来设计、来制造、来研发、来推进、来提升。我想呢，这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年来，我们公司除了坚持自主创新，同时不断的坚持国际合作。比如说刚才说，83年。 就和这个奥地利斯特尔公司，到了这个2007年，我们开始和沃尔沃公司合作，从这个2007年开始，我们又和德国曼公司合作，我们自始至终都在和这个国际上最先进的重卡企业。 以及最先进的重卡零部件企业合作。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几年呢，坚持打造国际营销市场网络，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网络呢，我们大概是分了这个6大区域，在国际化方面，我们又坚持国际区域化战略，比如说非洲，东南亚，包括什么这个拉美，等等，当然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中亚，东欧，等等吧，我们分了一些区域，在每一个区域的这个市场中，我们针对这个区域市场的需求，
我们再逐步的啊，按照区域的要求，使这个产品的个性化，适应这个区域，这是第二一个，使这个网络呢尽可能的在营销服务，特别是服务方面，做好这篇文章，使当地的客户感到用这一个车，更方便，从买车到用车，它要方便，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呢，就是，和当地要融为一体，用当地人，用当地文化，这个和当地的这一个，客户，和当地的产业，特别是，这个服务领域，要融为一体。董事长，您刚刚提到重汽曾经在知名的汽车企业进行合作，重汽和这些公司合作以后，吸收他们的技术，然后吸收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这些技术和经验是如何提升重汽自身品牌的这个竞争力的？我想是这样，我们对外合作，中国重汽始终坚持，叫做坚持自主发展，实现合作共赢。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和任何一个企业合作，国际这些知名企业，比如说奥地利斯特尔，比如说瑞典的这个沃尔沃，包括现在的德国曼，我们合作都很愉快。为什么？就是在开始合同签订之前，大家都把这一个合作的这个目标设定的非常明确，合作的策略也规定的它这个公开透明，是一个呢这一个经得起国际化这一个法规和国际这一个管理推敲的这样一种合同，然后在执行中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我们呢始终坚持就是这个以自主品牌为主，自主开发和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所以这个品牌建设呢，应该说这些年中国重汽品牌不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实事求是说是一个成长的品牌，而这个合作品牌，我们呢主要是消化吸收对方的先进技术，对方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也是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董事长，刚才您提到技术创新在我们重汽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也知道，在去年9月，重汽发布了首款智能卡车善德卡。这我想是标志着我们从中国制造制作的制向中国制造智慧的制的一个转变。您如何理解中国制造？我形象地说，我们过去最早的时候，这个引进叫比着葫芦画葫芦。以后我们学会了比着葫芦画瓢，我们要通过中国人的智慧通过自主创新由这一个画葫芦画瓢变成挖到这一个葫芦中要结出中国人自己的葫芦，种出我们中国人的宝葫芦金葫芦，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智慧的制的重要意义。我们力图在这方面要这个走在中国行业最前列力争和世界先进水平齐肩这方面我想我们在智能汽车的这个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主要的还是面向市场，面向国际，是我们这一个运输，这一个工具，由简单的这种
这个传统的汽车，或者传统的卡车，逐步变成，用这个现代信息产业和这个大数据，以及这个云计算，为重要支撑条件的，这样一种新技术融合的，这个交通运输产业。 这个问题呢，这种技术的费用是国际水平，大家都在往这方面走。不过我们中国重汽在这方面呢，我想，绝不能这个落后，我们还力求先进一些。 董事长，您刚刚提到我们重汽，向海外的市场出口我们的产品，还出口我们的技术，另外还出口我们的服务。那请您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重汽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售后服务？我想的这个服务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提供这个车辆维修服务，售后这个车辆维修啊，是作为卡车来说。 非常重要的这个车辆这个销售的组成部分，或者说车的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用户的体验不仅是买车的体验，更重要是用车的体验。用车的过程必然有个保养和服务问题，是吧？这个呢？ 我们在车辆销售过程中，有一个服务网络体系，车卖到哪里，我们的服务站就应该建，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提供配件服务，因为我们这个车辆啊，一方面呢，它有时候出现事故故障，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个就正常的乙醇件，是吧？ 这一些零部件呢，必须按时进行及时的更换。这种更换就需要及时的把配件运送过去。这方面啊，我们这几年啊，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建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车辆的售后服务网点，全世界呢，我们大概有。 500多个网点，同时呢，在大的区域都建了配件库。同时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车辆服务的人员的培训，包括驾驶人员的培训，定时进行培训，这个要让这个驾驶员知道这个车应当怎么开，怎么维护，怎么保养。 使这个我们这个车辆呢，在驾驶过程当中，它效果最好。 董事长，我们知道，其实受国际社会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包括重汽在内的中国很多车企的全球化战略实施起来并不是一番风顺的。那请问重汽在此方面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挑战？是如何解决的？您为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一方面呢，每个国家的。 法规不同，用车的习惯不同，面对着各种不同，我们就要研究，每个国家它的个性化需求问题，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另外，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世界风云变幻了，比如说战争，比如说政治事件。 都影响了我们，有的结算啊，在一段时间内，很困难，甚至呢，有时候配件供应，由于战争运输受到影响，配件供应受到影响，这服务就受到影响。我们现在呢，针对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一些。心理这一个尝试，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关税在调整，加上这一个有一些这个条件在变化，我们呢针对这些情况，
我们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我说用当地人，再带当地装车，逐步这个把一些制造环节转移到世界各地。在这方面，我们也向一些发达国家的汽车企业学习，把我们中国人的汽车制造技术输送到这些国家。董事长，您曾经提到，未来重汽汽车的出口量将占到，重汽汽车生产总量的50%。那您认为为此还需要哪些努力？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我们这个整车出口和零部件出口，总体比例大概占1/3，占我这个重卡产销量的1/3。也就1/2卖在国内，1/3卖到境外，那么，未来呢，我们希望，经过这个5年左右的努力，能够提高到50%左右，也就是说，1/2天下有其一，现在是1/3天下有其一，我想呢，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要这个做出一番努力的，最主要的，我想呢，一个就是要把这个产品按照这个国家“一带一路”的这个安排，使我们这一个产品的这一个国际市场适应能力提高到一定水平在这个“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战略安排下，我们现在有10几个国家、15个国家现在。这个应该说还是卖的不错啦，但是远远不够，要把"一带一路"的这个60多个国家，我们争取呢能够这个占领相当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说了，我们觉得呢，这个现在相当一部分国家需要在当地建厂、当地这个生产制造。要求这个当地制造率达到一定比例，这方面呢有个投资和这个建厂以及在当地生产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啊，我想也得有这么2、3年、3、5甚至3、5年的时间。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营销服务网络体系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在这方面仍然有许多短板，这个特别是配件供应，这个售后服务的及时，等等问题，包括服务网点的设计，维修，这个保养，车辆的这个及时性，提高服务质量，我们认为这里边仍然有大量的工作可做，第四一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国际化人才。我们总体看，我们用当地人，这个用国际化人才，发展的还是不足，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大力的加强，特别是小语种人才，我们就更缺了，因为我们现在普遍的。英语这个这个占大量的，你像我们西语是吧，葡语是不是，阿拉伯语是不是，包括非洲一些国家的语言，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语言，人才呢我们还不足，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大力的加强。董事长，您刚刚也提到了"一带一路"倡议。那我们知道，这个倡议是2013年习主席提出来的，到现在已经差不多经过了4年的发展了。尤其是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呢，更是把这一个国际合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那重汽在这方面是否有相应的海外布局呢？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提出使我们的国际化水平应该说有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对这认识也有提高，
原来呢，我们这个在天，我们当时的这个国际销售总量，大概在2万4千辆左右，现在呢，达到了3万4千辆，增加了1万辆，也就是说从13年到现在，我们又增加了1万辆，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第二个呢，我们当时只有7个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5个国家，在销售我们的这个车辆，实现这个合作，或者说，这个第三个变化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呢，在国外基地建设方面，那时候。 开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还是就是卖车、服务、收款。现在不是了，我觉得这个整个国际市场的系列化安排，我们比如说境外的配件仓库，包括境外人员的培训，特别沿“一带一路”这一个境外培训。 和有关的学校，我们在合作，包括在境外的合作，这一些，我觉得，都在推进，另外呢，我们最近在巴基斯坦，也开始进行一轮新的基地建设，还有呢，我们下一步还考虑进行国际金融合作，国际汽车金融服务。 这对我们这一个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围绕着“一带一路”的这种建议的提出和实施，深化我们的国际合作，提高我们这个国际市场的服务水平。 那请问，在拉美各国重汽的发展的如何？拉美这个市场呢，应该说。 这几年呢，有所发展，但是和其他地区比，相对说，不够太快，但是是在进步的。特别是一个呢，就是国家越来越多，第二车辆呢，卖的越来越多，我们每年大概在拉美地区，能够这个销售到，大约是3-4千辆车，那么最多的大概。 就是这个，原来在巴西，阿根廷，古巴，古巴这是老客户，我们在古巴的这个也是传统的一些客户，另外呢，像加勒比海的一些什么国家，还有你像厄瓜多尔，厄瓜多尔这个合作还是愉快的。 等等吧，还有许多国家，这些合作，我感到这个拉美地区的这个市场潜力巨大，合作的这个前景看好，现在呢，我们也在和有关的一些国家的朋友，在谈合作，在当地。 建一些这个组装企业，争取把拉美建成我们中国重汽的很重要的一块这个市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祝愿重汽在国际市场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非常感谢董事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谢谢。